报社，一起吃宵夜啊？我下班有约了，先讲。喂，等一下啦。啊，这个绝对是他爸车嘛。这个车啊，九年前出过事故。是那个车祸的目击者。为什么突然会想要查那小车祸？我拍那堆照片，有几张好像被删掉了。这女生，你有看过吗？啊，你是谁被撞上的？我一个当事者都不想追究，你目击者追什么？这小老弟啊，不容易啊，第一时间到现场哦。我只是想帮你查出真相，然后抓到那个肇事。没有要知道真相啊！你知道有车的话吗？不要跟任何人提到今天跟我见面的事。我觉得你不要继续再查了。这种都有问题嘛？哪有可能？你要学着跳脱出来，因为你永远不会是参与者。